报 Cooper 嘅原因系因为当初朋友介绍我，话佢啲技巧好实用嘅。我揀 Cooper 嘅原因就系我有同班同学去补完 Cooper 之后，觉得佢嘅 notes 同埋 skills 都好有用啦，所以就去咗补嘅。Cooper 嘅教嘅技巧系真系非常之有用啦，同埋都可以帮到我计数计快啲嘅，所以就继续补落去。以前咧我系成份 MC 咧成十几条做唔切嘅，咁依家咧跟咗佢之后，用晒佢啲 program 啊技巧之后咧，系仲有好多时间整啦、check 卷啦，然之后攞一个几乎满分嘅成绩嘅。我一开始有同学报，跟住佢报完之后数学成绩有所进步。咁之後我跟埋去補之後，我哋兩個一齊上堂嗰陣時，喺 DSE 嘅數學成績，無論係 Core M1 或者 M2 都有好大嘅進步。我同學做啲 co-jam 嘅題目，用咗半個鐘，但我只係唔使五分鐘已經搞掂啦，因為用佢嘅 program 啦。而準確性就令到，因為我哋篤計數機啦，咁除非篤錯啦，但係好少機會。咁同埋我哋就唔好減少好多因為人手計數而錯誤嘅而引起的 mistake， 所以我就咁样就补佢三年啦。我补佢两年，因为我认为喺补佢过程中，我数学都一直有进步，而我亦都觉得上佢堂好有趣，我好享受上佢嗰啲课堂，所以我就一直跟咗佢两年。嘅神嘅非常之帮到学生啦，尤其是系今年嘅 DSE 最尾嗰题出 3D， 而佢亦都好俾心机，用咗好多时间啦，教咗好多关于 3D 嘅神技，令到我哋好容易去答到最后一题。無論是速度啊、準程度方面都有所提高嘅。即係報英國大學的時候，佢都幫咗我好多啦，俾咗好多唔同報大學的 advice 我啦，就話俾我聽邊啲大學好啊，邊啲大學可能容易啲入啊，又或者 admission test 嗰方面有啲咩特別嘅技巧要注意啊。我會介紹俾佢，因為佢啲 skills 真係好有用，同埋係真係的確可以幫我做卷快咗好多。我會推薦翻俾我嘅師弟妹，因為學完 Cooper 嘅嘢之後，會有更加自信啦，同埋。計到答案的機會更加準確啦！我會推薦俾我師弟妹，因為 Cooper Cool 夠一機。補數學，補數神，補數學，補數神，補數學，補數神。Doctor Cooper Cool，Doctor Cooper Cool。